欢迎收看《打开工矿麦》，我是徐中江。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出关宣言，炮火四射，反省别人多于自己。但是周刊报道，出关宣言肯定一中各表，没有再重提一中同表，让蓝营高层松了一口气，终于回归正轨。 不过，国民党面对联政附和中共伤害自家正统以及蓝营支持者的心，到现在党中央没有明确处理，霍西尼民众就会当没这回事吗？外传北部蓝军立委选情告急，国民党是不是轻忽选情的影响？而红办跟党中央又爆出下乡费用谁出了问题？红办当初说不拿党的钱，结果又不断跟党中央请款。 加上外传金主收手，洪秀柱的选情是否越来越艰困？相关议题我们一探讨。首先介绍来宾，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大家午安。还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新大家好。公余人士郑春奇，大家好。还有亲民党副秘书长刘文雄，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洪秀柱曾经说不拿党一分钱，现在被爆料网络宣传跟下乡的住宿费都跟国民党情款。 秘书长李四川气得大砍九成网络经费，还差点连住宿费都没人付。对此，洪半解释跟党部有资源共享的模式，那么个人竞选活动自己付钱，如果跟立委联合造势，才跟党请款。我们来看 VCR。还记得今年六月力拼总统党内初选的洪秀柱曾说的这段话吗？选举的过程当中，我不拿党的一分钱。 不是我有多有钱，不是我多豪气，因为，我重视的是我们委员是不是能够在国会过半。我希望党的资源全部挹住在我们提名同志身上。初选过关前，洪秀柱发下豪语，竞选经费靠自己募款，国民党资源全留给小鸡。但是现在却爆出处处跟党要钱，让党中央很头痛。党中央是以总统计立委竞选办。 呃，竞选总部那作为一个最大的框架，所以在整体的选举上面，党中央一定会提供我们很多的协助。但是在总统个人的竞选上面，当然就是还是以洪秀柱办公室为主。红办解释，确实没拿党一分钱，而是所谓资源共享模式，个人竞选跟下乡行程都是靠募款经费支付。至于跟立委联合造势或者党部安排地方行程，才会跟党中央请款。不过就传出红办跟党根本没敲定那些经费该由谁。 付洪秀柱自己网络宣传费一百万，一根党中央请款被秘书长李四川大砍到只剩八万，就连下乡住宿费也要党买单，差点闹出没人要付的窘况。呃，经过我们的内部查询，也没有这笔所谓网络的经广告经费一百万，所以既然连这笔经费都没有，那就更没有所谓砍到八万这样的事情，所以从来没有听过什么这个大力的删减，或者说故意的让我们没有经费来使用这样子的事情。 他是党的候选人，党无条件的用各种方式，只要他们提出来，我们都全力配合。洪秀柱办公室跟国民党双双否认有竞选经费纠纷，但传出党中央希望比较惯例，透过捐助政治现金方式由红办自行支用，向监察院申报，而不是老是请款，但却因为洪秀柱说过不拿党一分钱，遭到拒绝。那这话讲的太快了，洪秀柱本身应该好好再跟党谈一谈了。哦，你说没有党的帮助，他怎么选？ 自家立委也说，选总统不靠党协助根本不可能。现在为了经费申报跟党弄僵，对选情没好处，但又外传选情冷清，红秀珠募款越来越难。接下来想要守住个人竞选，全部跟党拿钱，恐怕也得破功。 好我们看到这洪秀柱出关呢，才化解了换柱的传闻呢。那么现在呢，好像感觉上，哎、欸，钱的问题好像这个红半跟党中央好像又有一些这个磨合的问题。请教委员，刚刚我们看到洪秀柱豪气干预嘛，就说不跟党拿一分钱。那么现在呢？ 感觉上有一些费用还是要跟党中央去请款嘛。那现在就是说，党中央感觉上好像也蛮计较的。好，你来你来请款，你当初说不要钱，现在你要跟我请款，双方之间是不是又有磨合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当初这个洪秀柱说靠小额募款嘛，那好像说募了四千万，但显然大家就说四千万哪够啊？柯文哲选个台北市长都上亿了，洪秀柱是太天真吗？ 呃，没有错，你看哈，洪秀柱在六月的时候，六月哦，在离京不过三个月，她讲的斩钉截铁，哎，这么用力，一分钱这样的讲话，结果呢，她现在呃开始要跟中央请款了，我们还是非常羡慕啦，因为她有一个有钱的这个党中央，国民党有很多党产嘛。不过呢，呃，这个是这表示什么？洪秀柱其实她对整个。 整个选举，他真的是非常的外行，他真的只有靠黄复兴党部就当选了。虽然他当了八届的这个、呃、立法委员，可是他真的不了解真正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是>我看他连立委选举跟其他的这个地方的立委选举的候选人，同样国民党候选人，中南部的国民党候选人，我们这样讲哈，其实是差别很大，或者是说甚至跟没有黄复兴党部支持的这个。 国民党籍的立委候选人，我看他都给就豁面来了，可以简单这样说了，所以他根本不了解选举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来带这些小鸡哦。然后他现在好了，他说他要靠自己募款，然后现在显然撑不下去，那撑不下去，人家说，哎，那你也不能撑不下去就乱花钱呐，哈，所以你还是要节制一点，应该啊。他又有死爱面子，那这个会有很大问题。可是他拿出来讲的，我就觉得更好笑，他他拿出来讲说。 除了跟这个党籍的立委联合造势，或者是什么呃党部安排的地方行程，我就觉得很好笑。你洪秀柱除了台北，除了新北市跟以前的台、嗯、那个所谓的台北县跟台北市加起来以外，<是>除了台北以外，你哪一个行程可以自己排？是你哪一个行程不不需要靠你们国民党的地方的党部组织来帮你安排？嗯、是。 开玩笑，我相信除了台北以外，所有他的下乡行程全部都是国民党或者是国民党的候选人或者是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帮他安排的。<是 S 1> 不然的话，他出他当总统候选人之前呢、啊，出台北的次数，我认为是屈指可数的。真的是这样啊，从立法院的记录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哈。 那所以呢，我觉得洪秀柱，你真的说错话了，你真的太天真了，你应该赶快来修正。嗯、<哼>那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的是，那我们要注意哦。 你要当总统候选人，你要守法啊、哦，不要忘记政治现金法啊、哦。嗯、你还是应该要交代清楚，你这些支出是从哪里来的。我要提醒这个洪副院长，嗯、你不能只有说呃，都国民党出，所以我什么都不用报哦。嗯、的确，这个选选总统其实花费的这个费用非常的庞大。啊、那只是说当初哦讲、呃、了很大声，说不跟党拿一分钱来。我请教这新哥，那看起来洪半跟这个党中央还在磨合吗？感觉这个话题好几个月前已经在讲了。那 现在他好好不容易出关了也好像感觉上就是换住的传闻能够停止住了。那现在又爆出钱的问题，那当然钱很重要，你没有钱当然很很,很难办事情嘛。那只是说这个现在洪秀柱面临的问题在于他自己说不跟党拿钱，但是他如果自己要去募款，现在外传金主都收手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感觉党中央好像也是不是在跟他赌气啊？啊，跟他斤斤计较，你来请个款，我得你自己当初不拿。 不过刚才已经啊，一个是这个杨伟忠嘛哈、啊，这个副主委还有这个徐小新他这个同伴，的发言都已经说了，媒体这个报道的这个死虚乌有嘛，根本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大概呃拿这个议题来来去讨论或放大，我觉得大概恐怕应该到此为止。只是说洪秀柱是不是没有钱啊？那也需要党的帮助，那现在这也也是事实，应该这么说啊，嗯。 洪秀柱当时讲说不拿党一分钱，这个是雄心壮志，我是佩服。<是>但事实上看起来现实状况跟他的预期是有点落差。但是，呃，我认为他应该要小心。到现在为止啊，至少我们的反对党啊，目前的反对党啊，我希哈希望将来明年还真的有改变啊。我<是>我们如果说了，我们这能力不不不如反对党，我们没有话说，我们要自己要努力哈、啊。<是>那么现在反对党看起来是做了两件事情，我红办我要特别再提醒，包括党中央两件，第一个是。 拼命在钱的事上做文章，做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洪秀柱向党中央低头，任何的款项都靠党中央来挹注。这个落入什么一个圈套？就有人朋友叫新荣教，叫这是国民党啊，这个受制于民进党的血滴子。什么血滴子呢？就是啊，你看看国民党有党产，你洪秀柱选到最后，你还是要靠这些党产。嗯哼，啊，这是第一个。目前看起来也一直这么操作，拼命的讲，我也跟您保证。 一直到，啊、哎哎，这当然不是事实嘛，因为还有后面这，我就要等我，我会分析了哈、嗯啊。那现在很清楚的一点嘛，就是说你现在我跟你我跟大家保证，反正这个话题呢，一直到一月十六号恐怕都还不会止啊，这一定一直一直在钱上做文章。反正你红秀珠没有钱，没有钱以后你要怎么选？你因为你选不下去的时候，你必须要向党要钱，那跟党要钱啊，你看看那个不义的党产，你把它连接起来，这是第一个血滴子。嗯、第二个血滴，我先说，现在对人的方面。 一直不停的讲，这个金小刀又回来了，mm. 又负责操盘了，<是>所以现在又向马金体制靠拢了。马金体制呢，现在已经被社会被我们反对党已经成功的塑造成，好像也是这个不公不义的一个一个体一个体系了、mm hmm. 啊！你现在看呢，都这两个血滴子现在已经成了红办必须要注意的。是、mm hmm. 好，我现在说洪秀柱，他既然说了我不向党中央要拿一毛钱，好、mm hmm. 啊，这里头两个层次，因为有跟立委的选举。 一起必须要整合的 <對 S 1> 这个部分，我认为党当然要承担起责任来，啊，嗯、<哼 S 1> 因为这是党要负责这个总统复选嘛。我们连我们的，你看、啊、政党候选的总统、副总统这个选举的政党补助款，给的是由政党领取，嗯、<哼 S 1> 這,这个费用很难去分吧？就是你說,你說,说你是洪秀柱自己的行程，或者说有跟立委如果有 gap 作会的时候，那你钱到时候很难去分别、啊<對>哦嗯。啊。不会了，这个我跟你讲很简单嘛，这个如果当初洪秀柱想想做一件什么事嘛、啊，就是照科宾模式。 完全公开，我收多少钱用多少钱，嗯、<哼>全部公开贴在墙上。<的>他当时的承诺，嗯、<哼>我也希望他继续做。嗯、<哼>所以很简单，只要是跟党部有关的这一部分，因为你党部将来花的钱，的你还是受法律的、嗯、<哼>的、的约束的嘛。但你将还是要报账的嘛。啊<對>，这一部分。嗯 党的全力挹注来帮忙，我这个可能大外界会高度检验，就说洪秀柱所讲他的所谓的这些竞选经费支是不是真能像这个柯文哲一样，通通把它公布出来？我想请教郑老师。那我把你讲完，郑老师讲完，别打断哈。洪秀柱自己办公室红办的费用，他自己说了，我不拿党一分钱，对不对？我建议，你现在募款的群确实有点困难，因为你的气势没有起来，洪秀柱没有起来，所以这笔钱，我建议他可以跟党借资。嗯哼。 因为呢，事实上，红每一个政党，包括小英都一样，政党对于那个候选人都有一个专户，这笔钱因政党捐助的钱没有上限的，嗯、你这个专户呢是由政党拨进这个专户，嗯、由候选人来支用。嗯、那现在这一部分，因为你不要拿党的钱那，那洪秀柱收不收啊？他自己说他不拿，啊、所以如果现在党要给他，他收收所,以所以我刚说了，保持他自己的风格，他跟党借支。嗯 自己的团队打这场选战，不能完全靠党的原因是你必须把自己士气拉起来是，是就很简单嘛？为什么讲金主抽抽手袖手了？事实上也确实是由金主们现在不便投，因为、啊<是>啊、天到他讲换注啊，啊不，那民调民调那替谁啊都外面起来啊，所以那个投他那个投当然会有迟疑，<是>会有犹豫、啊。是、啊、这个部分呢是红办自己要要去解决，嗯嗯但在没有解决之前，我都建议先用借资的方式，因为将来。 还是可以从自己的这一部分，就說你不用挡一分钱，你还是维持治疗的掉，调，也也不要落入那个血滴子里头是、嗯。是，来我请教郑老师，刚刚新哥说了，可能会落入这个民进党的血滴子，可是问题是外地在看在于，就说洪秀柱他自己讲的话，常常事后是不堪检验的嘛，对不对？你现在讲了很多事情，到最后你都会发现，跟他原先所讲的都不太一样啊。李欣刚刚讲的当然是他最最乐观、最希望能够这样子，是能够。 最少的伤害，而且还可以开创一点新的格局。但我就告诉李欣，这是做不到的。你讲的基本上我都认同，但我告诉你，洪秀柱在一开始没有包袱，也没有什么太多牵挂的时候，你看豪气干云，而且士气如虹。我是观察他一拿到提名权，马上就开始变了。哎，一想到自己当了一个候选人，然后就开始幻想自己可能有机会当选，就开始顾虑东顾虑西，开始在跟旧的力量。 在那边最好通通整合，光这个动作，我当时想说，开始回去找旧势力，你就找死。他很好啊，豪气干云，我觉得不拿一毛钱，没讲了没有错，他就是跟当场彻底切割，不要让人家这辆攻击，这个是正确的路，这个立场，这个气魄是对的。可是他一拿到提名钱来上了，马上就马上就经不起诱惑，马上就幻想起来，马上就开始回去跟旧的力量。我看你就是应该。 拼死往前拖着旧的力量，人家对你不信任干嘛？你是拖着走，然后把他们带动。你回头找那个时候，我就看对，我就判断他完了，他就开始出纰漏。嗯嗯所以现在啊、哦，他刚刚讲的很漂亮，说属于洪秀柱总统的自己还是自己付，如果跟立委造势的，也跟党请。刚刚主持人讲这个，你怎么分？你就讲清楚啊。那你应该讲不是跟党请款的、啊，就是、说。 人家立委那一部分，人家立委就跟党清款，就算你跟立委合办，你自己还是应该出啊，不是这样子吗？你这是光那个话讲的不清不楚，就知道你期待的不可能。另外一个是说，你要么就跟党认错，低头说我前面话讲太多了，请帮忙，然后再来你刚刚讲说，哎、欸，那是不是能够展开借资这个，他都不，他姿态是这么高。 然后呢，呃，这个把别人都贬抑下去，然后现在又一筹莫展，然后又专门准备浑水摸鱼，刚好跟你期待的完全相反，都往负面发展。嗯、是，所以啊，这个人，我是觉得说，闭关三天不是这样，说，哎，发现他自己越来越不像他自己。洪秀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像你自己？就是提名前拿到那一天，你开始就不一样了。我当时就观察到了。嗯、可是问题，你闭关再出来有变吗？我认为没有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啊，他是个一只弱鸡，我想、啊、国民党、啊、你们就看开一点，就弱鸡当斗鸡用，好吧？不要在那边奢想东奢想西。另外呢，洪秀柱，你也不要牵挂东牵挂西，一路就往前打。你最需要打的，刚刚李青讲的很重要啊，跟马军切割啊、哦。如果你跟党产都可以切割，现在。 是你自己出来那个八千字宣言里面公开停马，有人冤枉你吗？而且你还把阿扁说哦，大家宽容阿扁，苛责马英九，那开始挺起马英九，是你自己贴上去的，所以人家当然联想说，那你这个闭关三天，是不是跟马金阵营你们跟金小刀有见面，所以你们商量出这样的策略？不要讲说这个有没有。 你就今天国民党，我也不是现在放马后炮。是你当时要选，我就说，如果你没有跟马切割，甚至你主动要批马，不要批人，批政策。连胜文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讲啊。马英九是做了很多糟糕的政策啊，你自己也不以为然。你们今天是执政党，你又是执政党推出来的候选人，马英九执政这个包袱，你能够不处理吗？你越明快的处理，而且越是把它弄得就，如果马英不吞下去，你就打得更凶。 他们如果回过来宰治你，就是你切割的更清楚。嗯、是，你就是不开始，哎、欸，这个也要包，那个也要拿，马这个马醉好，也不要得罪。你想没那么贴，你怎么可能呢、啊？那你就是所有的包袱你都不顾，你这个时候就是面对你的包袱，结果所以李欣他没有这个态度，他没有这个魄力。 你所有的期待是不可能发生的、嗯。是来，郑老是说这个红秀柱啊，当然有他的理想性，但问题是往往理想碰到了现实，你没钱的时候，可能就得转弯了。来请教付秘，那今天这个媒体其实也点名了秘书长，我我你不你不，他没有什么。 他那个理想是不小心碰到了，哎<是>、啊，他不是真正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贯彻到底。我刚刚是话讲的有点隐微了，是、嗯、他好像有理想。真正理想主义者碰到这个现实，当然是一路往前。嗯、他稍微有有个幻想的时候，国民党那个旧习气、旧包袱，开开始以为自己是总统，然后开始就玩起国民党旧的一套。 这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有理想吗？我完全不认同。嗯、是来不请教父女，就是、说啊、呃，媒体今天又点名了秘书长李世川，好像是生气了，他怨言，<laughs> 他说怨言只能强压下来嘛。所谓的一百万的这个网络广告费 <laughs> 砍到剩八万，那感觉这个党并没有真心在支持他。这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为什么今年特别多了？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产生的新闻，通通出来了。而且时间时间点呢，就在我们。 呃，洪副院长出呃呃出关以后，我必须说，当我们看他出关以后，我就刚才都讲了哈，我们以为说，哎、呃，金辅总可能可能会进去了，虽然他否认，那可能开始要挹注他的一些一些竞选经费。我请问了、啊，是谁放的消息？民进党不晓得哪有一百万杀杀成八万，只有谁会知道？只有国民党才会知道、嗯。内部的人嘛。如果如同徐小金说，从来没有这个事情，OK，那那个报纸叫他收收起来，不要办了。 NCC 也应该出来啊 n c c 应该说你这个报纸每每天都说假话，那国民党没做这个，你怎么做？你怎么讲这么难听？其实洪副院长刚开始讲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帮他圆呢、啊、就是说我的竞选服务团呃竞选团队的钱都是我自己出，跟选举有关的钱都都别人出，这也可以啊。那刚才新哥讲的就是你募款募少了嘛，没想到这个募款募少，就是因为今年特别多的怪事。 大家都认为他选不下去，所以钱也不来了，甚至于说，你其实你说你说连战连战副总统，以现在的那个在大陆的行情，随便叫两个台山一木也十万十亿八亿的，那问题问题现在谁谁愿意给把钱给他？哎，这个人情我要做做给我自己儿子啊，我做个給,给洪秀柱干什么？他也不会当选。是，我要请问，谁放的消息？动机何在？嗯、对不对？国民党。 一百二十年大了，怎么会认？怎么今年这么多怪事？然后第三点，请问如何解决？你不可以放他这样死哦。亲民党虽然很小啊，嗯、<哼>可是当我我我是知道，我我们一些小鸡啊，偶偶尔也会吃一点那个饲料啊。是。呃、欸，走走，你打木总要给点饲料吗？他自己木块，有一些一些素人出来，你说怎么木块、嗯嗯欸，给点饲料。<確>所以要怎么国民党怎么处理？ 不要客气，不要不要怕。民进党讲，不要外外面解释说，诶、欸，他用的是党产，为什么我用党产？我不能用捐款来的钱来用吗？不要动，好像这样走也痛，那样走也痛。不会了，国民党如果这样的话，恐怕就是如同那天讲的，胡胡胡忠义讲的说，不是小三了、啊，变成小四了、啊。 比那个比比那个非非泛联盟的票还少了，嗯、这他们完蛋了。是对对如果说一般民众说这国民党的候选人选举哦，说没钱，恐怕一般民众是不太会相信。只是说国民党现在要面临的是选情该如何来挽救。我们来看，这是由国民党青年议员主办的挺住后援会昨天成立。 党主席朱立伦跟洪秀柱呢是一跟青年议员握手，朱立伦还是大声呼吁团结才会被社会看得起，而外传生气的李四川呢他没有出席，引发外界揣测。我们来看 VCR。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朱陆杰也到达现场了。参加青年议员组成的“论证联盟”挺住后援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跟总统参选人洪秀柱一进场就跟议员们握手致意。看到议员们也穿上跟竞选团队一样的挺住背心，洪秀柱借机做文章。红色的那个柱子是用绣上去的，你那件衣服就代表洪秀柱，<laughs> 穿了这衣服就是我的分身。 主帅要议员挺住，但是党内换柱传言不断。台北市议长吴碧珠刻意打强心针，所以谣言要换住，谣言要退选，谣言我们朱助姐身体不好。那今天我们全体站出来，就是要粉碎谣言，你说对不对？对，只有团结在一起，大家有党无我，我们才能够争取所有选民对我们的认同。只有我们国民党。 自己的党员先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让社会大众看得起我们。感受到基层焦虑，当主席朱立伦重申团结才能稳住选情，就怕场面太严肃，他开起玩笑。这个叫助助姐叫的有点心虚，哎，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洪副院长知道。 我从进入立法院的第一天，民国八十七年，就叫她红阿姨。她这次，她这次参选让我提升一倍，我可以叫她叔叔姐啊。主席都要叫红阿姨，这表示我的年龄不小了。笑说自己年纪不小，全场笑成一团。不过，表弟列席的党秘书长李四川，却因为媒体报道大砍洪秀柱九成网络宣传预算而临时缺席，也让外界质疑蓝军是否真的团结。 好，我们看到昨天的场合呢，是一片这个相当的和乐哦，气氛很愉快。我想请教委员，但是昨天我想，昨天国民党中常会外界关注在于有没有处理联战的问题，对不对？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人提案嘛，那朱立伦是不是不敢处理，也只能拖了？那因为联战可能他跟企业界之间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那担心如果联战反弹的话，是不是可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或者说朱立伦，或者说马总统可能都承受不起？ 呃，昨天本来大家都在看国民党的中常会会不会处理联战的事情，那这个是社会关注的一个议题。结果呢，国民党还是自己关起门来自嗨、自己取暖，完全不顾外界的期待。所以呢，这个政党会之所以离人民越来越远，是有有原因的啦，哈。 都已经大家都已经告诉你说，哎，我们大家在注意看你要怎么处理，你还是视若无睹的，完全不提哈。那这个这个怎么是一个民主政党？我真的，我们站在民进党的立场，我们真的很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政党了哈。至于说他们啊、呃，在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洪秀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选举形成呢。 都还是取暖行程，也就是说，他能够去什么地方？他去的地方就是呃，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厂子，或者是国民党的党部，或者是青年国民党的青年军。那我再一次的印证，他实在是走不出去，他走不出去台北这一块，他甚至走不出去呃最深蓝的，像他以前选绿委的那一块。 除了那一块以外，他真的是非常陌生了、啊。那再加上他一直都气势起不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呃、中南部的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呢，他们、呃、要求自保，他没有办法。简单说啦，小鸡没有办法扛母鸡啦。本来是母鸡应该带小鸡的，但是现在要求小鸡来扛母鸡，小鸡的回答是。 我只有啊、呃，自保，看不要被母鸡踩死就不错了，嗯、你还要我扛母鸡，所以这种状况呢，啊、呃，我认为会变成洪秀柱越来越困难。那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说他还有基本盘，他的基本盘就是他那些啊、呃，地方党部的这个、嗯、<是 S 1> 这个组织能力嘛。嗯、不过除了这个以外呢，洪秀柱真的没有一点开发的能力了。那至于朱立伦呢，我就觉得他更是在这一局里面哈让。 大家大失所望，特别是让国民党的朋友大失所望大。大地方啊、呃，大家讲的是说啊、呃，这一局就让大家跨破卡丘，嗯、是就是他没有担当，他不敢承担，他也无法去啊、呃、这个整合，他也没有办法去、呃、啊啊 control，就是。 啊，控制大局面，嗯、所以呢，啊，朱立伦在这一场里面，其实我觉得除了洪秀柱以外，他是最受伤的一个。嗯、是，我因为你在台南嘛，嗯、当然，因为你刚才说小鸡是扛不起母鸡，但现在多了这个连战这块石头砸下来，是不是南部的选情打趴了？没错，所以我就说。 本来大家还想说啊，会不会挽救一下？现在连挽救都懒惰嘛，都懒得挽救。那大家就是一面倒的看坏洪秀柱了。是。那我认为这样一个政党，实在是没有办法让人期待。倒是李四川这个角色是比较比较好玩的啊。我们看到李四川还不死心啊，前一阵子跑到云林去。那啊，就我们的了解，你去云林干嘛啊？连那个那个呃张江荣卫。 张荣卫的女儿，呃，张家俊都跑出来说：“哎、欸，要有大事发生了，你们等着看。”结果后来什么事都没有，嗯、为什么？因为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因为、嗯、因为关键人物就是洪秀柱嘛，嗯、他不退就没有办法嘛，哈、嗯。哦、所以其实李世端反而比较能够，我认为比较能够代表真正的国民党里面想要有所作为的这个人，嗯、想要力挽狂狂澜的这些人。嗯嗯、但是呢，是这些人的。 力量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放一个红秀柱挡在那里，在一个没有没有作为的这个朱立伦了、啊，<是>就不要再说马金了了哈。我认为这个局大概就是这样。嗯嗯 烂仗继续打下去。嗯、是，来我请教新哥，现在就说外界在关注啦、啊，对于连战的这一番言行，对于国民党的影响，国民党该如何处理？昨天中常会显然是没有人提案嘛，那好像也就是说就，就就就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问题是，外界在关注就是，就说这是不是造成北波立委选情告急的一个指标呢？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周刊也报道说，蓝营的支持者都不谅解哦，连桃园的，包括廖廖正景啦、杨丽环他们的选情是危急的哦。那国民党现在是指怎么样？你也建议停权嘛，但显然。 是完全没有啊，穿过水无痕吗？我先回应一下，我们业委员刚才的说法应该不不准确了哈，这就应该调整了。这个镜刚才在镜子上看到的不是中产会啊，它是一个论证联盟，就是有各地的这个议员跟的青年军呃、啊，不是不是青年军，啊啊、它是论证你们各地方的这个议会啊。 所以那里头包括原来的新北市的议长陈信进，还有吴必珠议长，还有姚姚庆林姚议长是台东的，他之還是你们党内议员，对，不,不那不一样了。那他们这个是什么？是叫做部队集结，因为各地方的民意代基本上都还是地方上的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些可以做装甲级的了哈。所以他们那个是部队集结。那当然大家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镜头呢，其实对我来说看起来国民党是有点回神了，就是部队集结的这个力量开始出来了哈。 因为这些都是在地方都比较重要的<对>，所以这个两回事。那中常会没有提案呢？对我来讲，我个人来讲，我倒老实说不意外，因为现在呢是我们的考纪委，而且已经这次这个谁啊，朱立伦当选。 这这个党主席之后呢，把这组织重新改了，因为当时也有人讲说，哎，这个组织基本上不服，没有民意基础，所以、嗯、<哼>他们重新改了以后，有包括党内党外的这些公正人士等等找来的哈，那他们要来提案，那中常会不提案是各位已经批已经批评，连我自己我各位的很多还记得吗？对，中常委的选举我自己都都都已经开炮抨击了哈，我觉得中常会对国民党来讲，不但不是一个正正正数，现在看起来还是个负数啊，所以连国连国外连对手。 这个不止对手，连对岸都在都在在笑我们的中常委是怎么怎么产生的。所以这部分我我也不期待。结果论就是都没提。还、嗯、没有，还没有，没有因为<对>那现在跟您报告的是，也跟业业委员报告。不敢。这个考级委员会很清楚，李四川也亲口跟我讲了，党中央他这边会有提案交给考级委员处理，将来的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那至少不是说中常委呃不处理，吵架我们整案子没不处理，不是,是因为他的机制还是在这个。嗯 在考纪委员就是党中央自己会会提案吗？你说秘书长有没有提案？提不需要做中常委自己来提案，不需要，因为中常委，嗯、中常委基本上到最后啊，嗯、就是说考纪委員會处理完了以后，可能中常会到时候哎就哎还要认为这个案子，他们认为认为处分的，可能有很多自己的考量，<大>他可能不方便去提案。目前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如此了。那、嗯嗯、但因为本来职权也不在他<是>啊，所以所以这个倒不是不是重。那现在好回来，就是刚才提到，包括刚才春丽提的，我同意的，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因为。 在这个这个秀呃呃祝姐在参加这个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民调的初选的时候，那个时候包包括他过关的那一天晚上的第二天，他是十二十三号民调嘛哈，十四号晚上我脸书上我已经大声呼吁他，提醒他千万还要记得继续走在国民党前面，不要走回国民党里面。到现在我都没改。那也确实，我同意刚才说的，是七月十九号正式全代会通过提名之后，他的。 那一个一中铜表让他在那边是摔了一大跤，嗯、<哼>这一跤摔的以后，他显然的那个原来那一种信心跟气势，很是一个重挫。是啊，这个重挫呢，造成了他又开始有。 退缩，我认为是有一点，就我刚刚讲，有点往国民党里头走。嗯、那国民党为什么？我这里是国民党党员，就要讲不要往国民党这个呃呃走走进走回国民党里头。那好像我是要弃绝国民党，不这个意思。嗯、我只说国民党到现在一二九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做出深刻的反省。我一直说三个层次：嗯、第一个层次是马总统的反省，第二个层次是国民党的反省，嗯、第三个层次是洪秀柱的反省。 红袖的进关去了，出来你不能说他没有反省。当然，各位的批评，我觉得他也应该要听、嗯、<哼>啊。但是至少对他来说，他承认自己可能因为这个学位的不、学问的不足，这个、这个、呃、呃、这个、呃，经验的不足，因为职务的分量不足，嗯、<哼>他已经这个要严格来讲，他今天已经是总统候选人，他都愿意面对自己白纸黑字写出来，<是>我觉得这是好事。是只是同意刚才特别像春妮说的，他现在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要记得。 当时大家对他的期待，回到初心，是自己怎么样找出那条路出来，而不要只想到说又把重新去整合国民党。你看我们国民党党员，我们同志们也要记得，不要说一直想团结，什么叫团结？把它团成一个死结，那是不对的。现在是我们党的组织，至少还有一个基础。是党的组织里头，我们要怎么样整合起来，帮助他力挺他往前继续往前？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要重新面对。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那个磨合的程度已经大概都差不多了，嗯、<是 S 1> 只是说现在呢，整军精武啊，他出来之后，党的自己调整之后，要怎么样一起能搭配的更好，能够像一个比较像样的部队，能够打出一个比较好的仗，这一场仗，<是>嗯、我们确确实实现在还在这个磨合，而且还没有看到那一股。 那股气旋上来是，不过现在外界在关注，就国民党到底要如何，或者说何时来处理联战？当然，亲民党在这个部分呢，显然宋楚瑜主席也受到的这个重挫的这影响，成立也可以说相当的大、啊。在这个负面回应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好，联战前往中国阅兵的后续影响效应，是不是影响到国民党的选情？那么昨天中常会没有积极的、没有尽快的来处理，我想请杨郑老师，在这个部分，选民是不是觉得，如果你继续推拖拉了下去，我可能在一一这个明年的这个一月十六号的选举，可能会给予国民党一个教训呢？我我先不要讲选民，我先讲国民党了。嗯、<哼>他们如果真的处理的联战，真的把他砍了，谁最得意？马英九最爽啊！ 朱立伦真的那么喜欢、愿意配合马英九吗？我不是没有别的观点，我今天早上在别的录影节目也提了哈，就是说，连战去年九月一 U 这个选完之后，他在台湾社会還有什么分量？他们这家族在台湾还有什么样一个一个公共资源？所以他去大陆根本不是一回事嘛。谁把他弄得跟张真牛真当一回事？是马英九动手啊！你总统之尊，他虽然今天好像还在在位，他指挥棒还在他手上，他一指。 哇，哗，变成说的聚焦，然后包括亲民党都被波及。我先讲说，刚刚如果我不知道李清讲那句漂亮的话说，说洪秀柱你要走在国民党前面，不要走进国民党里面。如果是这样子，他当时讲一宗同表，就是走在国民党前面，包括走在马英九前面，为什么要退缩了？他一退缩，他不就完蛋了吗？你如果这是你洪秀柱的想望，你也是你认为说这是台湾的出路，你就应该彻底的讲。 你没有走在台湾前面，没有引起议题，你本来就已经是最后面了。而且国民党已经一塌糊涂了，你还在那边顺着原来的旧的思维，还回去讲一中各表。你有什么争议性？你有什么领导性？你有什么突破性？那你好好，你说回去我刚讲开始在乎在乎就完蛋了，进退失据，一路跌到底。这不是我的主张，我是说站在红秀柱啊。你一中同表表下去，老公一看，这个时候不给你一点好处。 那对两岸的经济被调，对两岸的形势，他才可以带来一些益处，而且是公然的，包括你说要签和平协议，你这个时候真的才有可能比原来那个马不不统不独不那个马英九那种更往前一点。结果你说回去说回去马英九有松手吗？马英九还跟你搞，还主动动手打，那打到叫你乖乖的全部被他弄得走。他是在马马其会破局之后，他的怨恨妒忌，然后就弄。 然后做了美日的这个马前卒，一江用狗，然后同时把矛盾往外输出，他忽然间变成台湾的正义之士。台湾现在本来最黑是马英九，像忽然间他变得很红，哇，讲的话都是对，大家都跟他同调起舞，他多厉害。所以马英九这个事情，你说好有没有合乎台湾老百姓的利益？你今天连战，他就是不干不脆，你就要讲清楚，包括国民党的史官都应该调整。 没有错，共产党的这个抗战史观都是扭曲，都、就是夸大。国民党也没有那么完整、啊、所以你如果要调整新的史观，你就往前啊。这些人就是敢做不敢当。你要做一个领袖人物，做一个领导人物，敢做不敢当，那又有压力就收回去。为什么会红袖书会叠在那里？所以啊，你们今天不处理联战，我还是不客气问，联战这个东西真有那么重要吗？是马英九。 他就是制造了哦，你是通匪，你是投共，所以你是卖党叛国，所以你是敌人，全民皆约可打。他制造敌我矛盾，再把这个敌我矛盾连接到统独矛盾。可是、嗯、老师，你你你,你这么讲啊，国民党大概就崩盘了啦，因为连亲民党都受影响。如果照这个方向，<對>他是往那个票最少的方向去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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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他缩回去有用吗？嗯、照样受重伤。就是说，你本来的国民党的输个邓狗才才温书威。 找你红救助出来就是下险棋，大家都是没觉悟，不往前走。所以我刚才讲说，他今天要搞成这个，还想来打蓝绿对决这个牌，已经过时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国民党为什么内部出出很大的矛盾？如果你这个时候真正应该处理的，其实应该先处理马英九。我一直讲马英九不处理，就今天倒过来，马英九还借刀杀人，挟着朱立伦看你砍不砍连战？你砍了连战，他还隔山打牛，打习近平，打打中。 这个当然是国民党的很大难题，所以我是说，他们不处理，你选民的看法是一件事情。如果国民党不站出来说，台湾的出路跟两岸关系应该怎么样，明着来讲清楚，绿的不是都往中间靠了吗？为什么你们倒退？所以这个倒退才是让自己带来最大的伤害。手鼠两端，老百姓觉得说，诶、哎，你们私下是,不是有什么交易？<是>所以都被马英九拿着指挥棒，他们瞎指挥。 这就是蓝军自己的悲哀。来，我请教傅秘。现在亲民党要如何止血？如果说国民党哦，在中常委没有去积极处理，或者速度推脱啦，说实在，亲民党止血的速度可能要比国民党要更明快处理才有办法。这样我呃，还是延续刚才郑老师说的有前面一段哈，就是说，要不是马英九前面批李登辉批到毫不留情，甚至、嗯、<哼>到国外去告洋状，内容是非常空泛的。第一个，李登辉的说李登辉前总统说的东西。 没有超过他过去说的范围，再多一点点都没有，包括什么日本啊，包括今这个钓鱼台，可是马英九就用史无前例的力量在批可是他内容很差，他内容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了，好，那这是个笑话，可是一夕之间，当某某媒体说连战要到北京去的时候，那一夕之间他又用同样的力量，毫不毫不留余地的在批批连战，好了，所有媒体完全不顾任何事情就扑上去了，加上连战。 这个前副总统，平常讲有些说辞和动作，平常讲是有点问题。嗯嗯<哼>。好，亲民党也也躲不掉，因为你的确去了大陆，<對>你的确参加了这个联席会，嗯、你的确也到了现场，虽然技巧性的离开。对不起啊，现在的气氛和氛围和媒体这样的这个攻击和网络上这样打啊，平常讲你这样任做任何解释都没有必要。<是>就像昨天今天，姚立明老老师都传给我的，他说哎。嗯 他确定、這，呃、個，这个这个秦金医生没参加，现在也不是在讨论他有没有参加。好、嗯<哼>，你看他位置上就没有秦医生，<对>这样解释有人会相信吗？对，不必要了。但是您说的一点很好，怎么叫止血？我们自己要评估我们受多少伤。对。我们能不能止血？或者说我们另开辟这个战场给我们自己再输血？嗯、<哼>我们留了五千 CC，对不对？<是>我们补一一万 CC 回来，嗯、<哼>这作为什么叫作为？ 不作为也是作为的一种。是。那现在国民党可能会采为不采取不作为，那么亲民亲民党呢会采积极的作为。是，的确，亲民党的速度可能还要更快，那么选民才能够感受到，哎、欸，宋楚瑜主席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可能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将出席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那么国民党呢要他拿国旗，洪秀柱说，蔡英文呢只要认同中华民国就好，但民嘴呢也打脸洪秀柱，说他在人政府执政的时期也只出席过一次的国庆，当时还大闹会场，丑态百出。我们来看 B C。 蔡英文要去参加国庆，洪秀柱不但要他为过去缺席国庆道歉，还有一句提醒要说：“很好啊，很好啊，我们都欢迎很多人来参加国庆，都是从内心来认同中华民国哈，尤其对中华民国的宪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哈。只是要蔡英文心中有中华民国，洪秀柱自己呢？啊，就有会体念怀念红衫军呐，啊，去当初那啊，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那个国庆大典哈。” 啊，你看那时候，大家回想一下就知、是、道，我们攻上去。军警帅，军警帅，军警是我们心肝宝。时间拉回到两千零六年的国庆日，当时洪秀柱和多位国庆立委以反贬为名大闹会场，而且贬值政时代，洪秀柱就只出席过这么一次国庆大典。 面对外界双重标准的质疑，洪秀柱透过新闻稿反驳说：“因为他不会为倡议一边一国、搞台独的贪腐政府背书。”洪秀柱的幕僚大概忘了，马英九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之内去了四次国庆典礼，其中有两次是用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去的。 所以洪秀柱是要告诉大家说，马英九是支持台独的嘛？所以嘴巴讲是不是捍卫中华民国？其实我觉得要讲很简单，啊，人人都会讲。你去问连战，他也跟你讲我很捍卫中华民国啊，可是他照样去参加阅兵啊。我觉得，呃，真的啦，刮别人胡子之前，自己请先刮干净啊。明嘴打脸洪秀柱，原来想必蔡英文对中华民国表态，却没想到当年大闹国庆日的事情被人翻了出来，加上之前的一中同表说洪秀柱又是如何捍卫中华民国的，恐怕也得给个交代。 我们发现这洪秀柱在第一时间对于一些实事的回应哦，感觉都不是很得体。来，请教委员，他才说要放下屠刀，那现在呢又批又去批别人，说什么还要拿国旗，还要拿道歉，那么他又被起底，又去大闹大闹这个国庆的这个进入大会，感觉缺乏高度格局、啊。呃，洪秀柱呢常常忘记自己做过的事，然后我们看他闭关三天，结果出来呢？ 这个错那个错，全部都是别人的错，他自己都没有错哦。所以，呃，他忘记他在指指责人家的时候，我们有一句成语说：“你一直指指人家，还有四指指的你自己。”他完全看不见那四个指头哦，他只有说这个错那个错，我都没错，都是你们的错。他忘记他在指这个人错那个人错的时候，他也有责任。他有什么责任？洪秀柱不是只有总统候选人，你在当总统候选人以前，你是什么？你是？ 多数党，而且是绝对多数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甚至还贵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这一个身份，嗯嗯你还是执政党绝对多数的执政党的副主席，你又是一个。 那你现在是总统候选人，结果你现在来当人，你忘记这些你所谓的政策的错误也好，人为的不彰也好，你通通有责任呢、欸，哈！你当立法委员，你只有当这个错误的政策的这个执行背书者、欸，诶，你当副院长你也是一样啊，你当副主席你也没有对你们的这个做错的这个政策道歉，或者是说说个两三句，或者是。 立立抗，或者是立足，或者是拿出更好的，你通通没有。其实你通通参与在内，那这样一个候选人只会指责别人。你将来要当我们的总统，我们只有等着你再继续骂人民吗？嗯、是骂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吗？哈、嗯<哼>啊，都通通都不关你的事吗？这样的人适合当候选人吗？嗯、<哼>我想人民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嗯 而且我要提醒国民党，我看你们大概是不会换候选人了，那你至少要帮他准备好，叫他不要那么健忘，好、嗯、<哼>把他的功课以前说过做过事要先温习一下，<是>不要自己出来还自己打脸，嗯、<哼>那不是只有丢脸还自己打自己丢脸。的确，如果说连蔡英文都要去参加这次的国庆，照理说蓝营应该高兴才对啊，因为这次连战可是促成了朝野一致捍卫中华民国。我想，金哥回应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好，我们见到主席蔡英文要参加今年的双十国庆大会，来我请教新哥，其实这次联战事件，我们可以发觉到，其实整个社会的舆论蓝绿朝野都是一致捍卫中华民国。照理说，如果说蔡英文想去参加国庆大会，那你国民党或说红叔叔应该说都欢迎啊，但感觉上好像还是不停的想要去攻击对方，说你要来参加，你先道歉。但说实在，现在台湾的社会明星已经逐渐跳脱那种蓝绿对决了，但感觉像这个红叔叔还是陷在里头哎、欸。 这倒不是洪秀柱陷在里头了。我个人来说，我先说我个人立场。这个蔡英文表达他要去参加国庆这个典礼，我觉得是是好事情我觉得是好事情。可是我自己很理解，蓝营里头基本上上是高兴不起来。嗯、啊，理由很简单，也吃过苦头了啊。陈水扁时代，我想业文员应该都很清楚，那个时候他的一四不一没有啊，包括连我们宋主席都相信他的，还跟大家弄了一个真诚，结果后来也是灰头土脸。 二零零六年，大家在讲说去闹现场，这就其实民进党反而我我反而觉得不应该去打洪秀柱的脸。那时候连刘文雄也是委员，也去所谓的闹场，应该是要反省二零零六年那一次是为什么？是因为对于蓝营的这些立法委员来讲，不能接受嘛？一个你这个四不一没有搞到现在月，越搞已经开始要工党已经开始要唱一边一国一边要唱的工作入线了。 那我们是红三军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外面的、啊，我我是副总指挥啊，是我们外面是整个围住的、啊。那立法委员又可以进场嘛？嗯、那一幕证明了一件什么事？当时的绿色的立立法委员、就是阿扁加油！”这些立他们去的这些红，所以穿红衫、红衣服的官员说：“阿扁下台。”我们还记得、嗯、<哼>结论是什么？阿扁就是贪腐啊，而且也是也被所谓的国法制裁了嘛。是那证明了那件事没有错嘛？ 洪秀柱或者刘文雄这一些立法委员，你会担心说啊，他不不承认中华民国不是问题吗？自是有定断，司法或者历史都会定断，但是那是一个国庆的场合。好，我再继续啊，我这个我继续说了哈。如果、嗯、那一天很清楚的，各位还记得一件事啊，国庆完了之后，地上掉丢那个国旗，我们那时候还看到了，在那个那时候的国民党的前面的一。 对那个钱其实被捡起来说，堆的像山一样，照片都还有。可是，新哥，今天如果说国民党还继续去提醒选民过去怎么样，其实这个不是对你们有没有帮助？我我我认为有帮助，但是也让我们的帮助变得小了。理由很简单，我刚刚说了嘛，蓝营的基本上，你先让我先让我说完，我先让我拿出来说嘛。提款机啊，对蓝营来讲，我刚刚说了嘛，就因为有前车之鉴。好。 小鹰这件事情为什么蓝鹰会有这种反应？理由很简单嘛，小鹰干了党主席六年了，马英就执政七年了，前头他没有一次参加嘛。这次哎、欸，因为明年要投票了，议员、嗯、说他说他要参加了。你当然对蓝鹰来讲说，因为前头已经被蛇咬过，这个时候对他当然有疑虑。嗯、何况两国论，因为是蔡英文他主笔的、主导的，嗯、而且我大家都还记得，苏起的所谓的《两岸计时二十年》里头特别提到两国的这个这个过程，嗯嗯、看起来那里头当时他写的已经這是去年前年的书了。嗯 那一步一步看起来，蔡英文确实是看的是照那个走的。对蓝英来讲，他当然有疑虑。说金友基是整个国民党，不是说只有蔡英文就能决定两国论吧？不要不要不要，没有但是李登辉、嗯、李登辉要他，主笔还有一个蔡总统候选人蔡荣、蔡荣公，他们两个啊，他们俩组的很清楚了哈。那现在的问题是，我就说了，对蓝英来讲，他他的疑虑就是说，因为你前头的表现。 包括们的总统候选人也是六年没、啊、那现在很简单嘛？那现在很简单，我我就说了，我刚讲了，我个人立场，我觉得好事。嗯、<哼>但同样，蓝营现在他提了个一个很小的要求嘛，我觉得我倒是鼓励，续说，拿着国旗参加国庆。我认为，蔡英文的往中间靠，会让蓝营人至少心理上他会觉得说，哎，至少比陈水扁是真的。那洪秀柱没有往中间靠，其实这是洪秀柱自己要担心的。洪秀柱不是往中间靠了，那是选举。<临>